2016，美丽从新开始。美丽自信的外在，来自于健康活络的内在。不当的生活作息、工作引起的劳累，正在侵蚀着您的内在，淤积在气节与经脉间的疲惫感及酸痛接踵而来，让老旧废物问题在体内恶性循环着，造成外在面色不佳、肤质粗糙、水分堆积、脂肪堆积等问题困扰着您。美丽该由内做起，调整内在，去除不必要多余的废物，让内在回到健康轻盈的最佳状态，也让您重拾自信美丽的外在。群悦 SPA 养生馆，让您内在养生，外在自信，美丽里外兼顾。焕颜舒体年度课程伴手中。